台北市的建成圆环两度吹熄灯号，现在又因为营运不佳，明年中恐怕要第三度熄灯了。市长柯文哲上周表示，明年七月与厂商呢租约到期后将不续约。三度熄灯，预计后年重新开幕的建成圆环，1999年发生火灾后改建，动线设计不良，交通不便，也失去原本的特色。老字号摊商纷纷退场，营运者转手也因为生意惨淡，分别在2006年还有2011年暂时歇业。